现在开始教你们换模具啊。所有换模具的时候，一定要把这个急停按下来，先按急停，它就会显示急停。我都开始。左边把这个，把那个扭车往下来。这边的缝隙，这边是不是大？这边小，那怎么办？把这个松一点点，松一点，把它扳正。扳正呢，这两边一样大，我把这个锁紧。锁紧完后就锁这个，这个锁紧。检查下面这边，这边一个一样的，这边这个滚轮的中间，这个是滚轮的中间，对，把它夹紧，夹紧后呢，手松一下，这样转就正常很顺畅很好。然后我们再转一下这个，这个转也很顺松了。转完后，我们就把这膜拉过来，上面穿过去这个膜。那膜从上面上面拉，拉从这边拉，拉到这一个，再放到上面这个，再拉到这个，再拉到这个中间来。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一下这里。
这模型到底了啊，到底我们是看到这里来，先看到这个刀，这个刀这个现在这个灯是亮的，我们先转一圈，这刀你看没有，这刀是直过去的，所以我们再转回来，我把这个膜拉下来，这个刀一能顺利能转过去哦，如果这刀转不过去的话，这里哦，这刀小心，你就小心这刀，转过去来，刚好这灯亮，可以。膜装好的话，我们就把锤子拿起来，把套膜电池打开，贴膜、拉膜，拿去动一下，再贴膜、再拉膜，都掉一个出来。你按大盘转，再转，我们点一下，自己转一下。这膜这样已经拉下来了，这就完成了。